神舟十三号关闭双向承压舱门，将拼接舱门粘贴在承压舱门表面完毕。神舟十三号明白。看一下关了没有。信号阀关闭。哦。好，晚上见啊。哦，晚上见。加速。顺利成功。增加这个。好的。好，手松开吧。重要重点啊，准备穿液冷服了啊。明白。明白。打开舱外服背包门。东三，我这里连接好了。明白。确认完毕了，通报一下啊。明白。动幺确认完毕。动两确认完毕。东三明白。体温加上了。动量主泵主方已开。明白。关门了。好嘞。够着了。重要多点啊，我们下面要进行大流量冲洗，吸氧排氮。明白。明白。神舟十三号请注意适当活动身体，完毕。动幺明白。动两明白。各号注意，机械臂运动至绞线位置开始。各号注意，我是北京，打开出舱舱门前状态确认正常，按正常计划打开出舱舱门，开始出舱活动。要回去了。
还挺有劲儿的。嗯，看着还挺有劲儿的。哎呀，哇，很亮。啊，看到了，那个助力把手注意取下来，放到那个门后背后的布兜里。动三，我是动幺，我已出舱，感觉良好。曙光明白。我一会儿出舱，感觉良好。曙光明白。我是动三，我下次出舱，感觉良好。曙光明白。开始舱外作业。动两明白。动三明白。动幺，我先把一端递给你啊。好的。你拿到之后告诉我。好的。拿到了。挂好之后我再解另一端。挂好了，解吧。好嘞，我把这一端解开啊。中央，你身体半斤餐了是吗？对。好，那我在下面待一会儿啊。好的。你出去了再告诉我，我再往上走。好。动幺，上机械臂，完毕。动幺，明白。哎，左边够到了，右边够到了。动幺，请确认安全带与舱体均断开。
安全带与舱体已断开，完毕。曙光明白。北京机械臂运动至接设备点，指令发出，机械臂运动开始。好，底下一解开。好的。我回去啊，再慢慢完事。对，等你下去的。等我下去。你看那个挂钩跟那个悬挂装置有没有干涉？稍微捋一下，你的那个伸缩安全绳长的挂钩。哎。好嘞。啊。好。嗯，说好了。栋梁，出舱并自主转移至悬挂装置作业点，完毕。栋梁已出舱。曙光明白。栋梁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栋梁感觉良好。曙光明白。栋梁准备转移至作业点，完毕。曙光明白。